大家好，我的小我你们先给他放学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的舅舅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们明天他就结婚了，我就请假呢。我们今天要去见见家里的小朋友，我一会儿接他们的手机了。赶紧试着我的衣服吧。Hello，今天是三八女神节。爸爸，我送你一朵花，因为呢，我本来要送给妈妈，因为呢，妈妈今天是送给妈妈花的节日，但是呢，妈妈今天没来接我，我就送给你吧。你送给妈妈的，你送给我，你要不然今天晚上再给她吧，好不好？那你就得让我看部电影，等妈妈回来。不能看电影，就等她回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送给妈妈，把你画拿起来看一下。什么花？桃花。水蜜桃花。对啊，它能长出水蜜桃来。这个是我们手工做的。哇，你手工做的呀？真好看。老师也给你帮忙了吗？帮一下。我们到底在家，快点上去。你看这是我真正的房子。去找个位置坐。我老哥是今天心情烦着呢，我要打个喷嚏喽。哇，不买吗？车子。那你要帮他们所有的小朋友倒上可以吗？好，那给我。这杯先给乐乐哥哥，这一杯给乐乐哥哥，给乐乐哥哥。喝吧，我再给你倒一杯。那我不是拿你的，你把这个给小朋友。要你管。对。你也有问题。好了。你过来了。没事，给你知道吗？我帮倒贴纸吧，给我帮倒贴纸，给我帮倒贴纸，我买了。刚刚不小心一会儿啊，没关系啊。爸爸告诉我一个，别人没有拿筷子之前，小孩就不能拿。对。耶，我是芒果嘴唇。这是咬这猪耳朵，猪耳朵。啊，来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吃起来可脆了。猪耳朵呢？不辣是吧？不辣。
你要试一下猪耳朵吗？可脆了。猪耳朵呢？你那天不是说想吃吗？猪耳朵，热气腾腾。哇，谢谢我家宝贝。谢谢啊。嗯，好。对。但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爆米花。哇！谁给你的？阿姨。啊，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啦？这是什么？爸爸，啊，这个不像爆米花呀，这个叫，这就是爆米花，爆的是大米。尝一口，嗯，尝一口，好吃吗？嘴里没吃完，想再回家吃是吗？表演一个，来，表演一个，来来来，你坐下，猫仔，坐下，猫仔。坐下，豆豆，拿一豆豆，坐下，猫仔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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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坐下握手，坐下，握手，握手，啊，听话吗？他张思瑶，听话啊，二选一，来，来，有，姐姐给这么多。好了，你吃吧，他吃一点就行。拿嘞，买呀，这么甜。哦，粘手上了。看小姐姐。我不咬。嗨，终于到家了，我今天吃的太饱，走的太累了。还得去看舅舅的婚礼，所以呢，我明天还得早走的起呢，我得睡觉了，因为呢我太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有个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多多点赞，多多订阅留言哦，谢谢。我要睡了。